師、各位同學，大家好，好開心咧，又喺圖書組會嘅時間同大家見面喎。今日咧繼續都會有同學為我哋分享啦，咁亦都會有咧圖書館活動介紹嘅時間。好啦，首先咧係同學分享嘅時間喎。今日咧會有同學為我哋介紹一啲睇報紙嘅閱讀策略，咁我將個時間就交俾佢哋啦。大家好，今日我哋會為大家介紹一啲關於睇報紙嘅閱讀策略。我哋會以星二嘅課程向大家介紹。我哋而家開始啦，請大家洗張相。又一日胖虎俾佢媽咪鬧。衰仔，老師派份星島日報俾你睇，你做咩唔睇咁心睇啊？星島日報嘅內容雖然豐富，但文字好多，我唔知應該點樣睇啊。大雄，我應該點樣啊？我幫你問一下哆啦 A 夢啦。哆啦 A 夢有咩方法可以令睇報紙睇得輕鬆啲啊？有方法。睇標題，只要佢識睇標題，睇報紙就變得好簡單啦。乜嘢叫標題啊？標題是一些用來表達文章主題的文字。報紙文章的標題通常字體會比較大，現在大家看到用紅色框圍著那些都是標題的例子。大家看報紙的時候可以先留意每篇文章的標題，那大家就會知道文章的主題。如果是你喜歡的主題，你就可以繼續看下去。如果你不喜歡看的話，你就可以不看這部分。例如這篇文章的標題是食肆提前走數，明年第四季實施。我想知道什麼是走數，就會繼續看下去。又例如這個部分的標題是遊戲三找不同，我知道這個遊戲是找不同遊戲，我想繼續玩下去，我就會繼續看下去。各位同學，你們看報紙的時候記得要留意文章的標題，只要學會看標題，看報紙就會很容易。拜拜。唔該曬同學，同學記住咧，睇報紙嘅時候咧，記得要用睇標題呢個策略去睇報紙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會有介紹圖書館活動嘅時間。為咗鼓勵同學認真去閱讀每個星期派俾大家嘅報紙，圖書館咧將會喺11月份嘅時候舉辦我是讀報小達人嘅班制比賽。所謂班制比賽咧，就即係話班同班之間做個較量，睇下邊班做得最好嘅比賽喎。咁究竟點樣可以參加呢個比賽呢？首先講下面授班同學先嚇。咁咧，同學將會喺今日同埋咧兩個星期之後咧收到一張活動紙嘅。咁活動紙上面咧就會有一啲問題係有關於十月份同埋十一月份派發俾大家嘅星島日報內容喎。咁同學記得要認真閱讀每個星期派俾你嘅報紙啦。咁然之後咧回答活動紙上面嘅問題就可以噶啦。咁同學記得要喺11月25日或之前咧將活動紙交到去圖書館門口嘅收集箱喎。咁至於網課班嘅同學，你哋都可以參與嘅喎。你哋咧亦都會喺今日同埋11月18日之後啦，咁樣就收到活動紙嘅。咁同學可以登入內聯網，咁然之後咧開啟一封主題叫做我是讀報小達人比賽嘅電郵啦。電郵裏面咧有一個連結嘅，咁請大家點擊連結就會見到咧我哋嘅網上活動紙噶啦。咁同學記住用心去回答兩張活動紙上面嘅問題，咁然後撳提交，咁樣就可以噶啦。所有同學記得要在11月25日或之前咧交曬兩張活動紙喎。咁凡係能夠交曬活動紙嘅同學，你哋都可以獲得一粒我做得好獎勵計劃嘅藍鑽石啦。咁至於咧每一級表現最好嘅面授班或者係同步班同學，你哋仲可以全班獲得一份小禮物添喎。咁而全校表現最好嘅兩班網課班同學，你哋同樣全班都可以獲得一份小禮物噶喎。咁同學記住踴躍參加今次嘅比賽啦！最後咧，譚老師就想同大家跟進一下咧，之前我哋提及嘅活動喎。喺上個月咧，譚老師就邀請同學報名參加我和 Sambo 有個約會嘅活動啦。咁我哋上次提過啦，喺上次活動只表現最好嘅面授班同學就可以參加呢個活動。咁究竟邊啲同學可以參加呢個活動啊？
不如我哋一齐睇下。首先睇下一至三年级可以参加活动嘅同学名单啦。接住落嚟咧，我哋睇下四至六年级嘅参加名单。我哋上次亦都提过啦，上次活动只表现最好嘅20位网课班嘅同学咧，就可以获得一份由阿 Sambo 送出嘅小礼物。咁究竟边20位同学可以获得呢份小礼物呢？我哋又一齐睇下啦。恭喜晒以上嘅同学！好啦，图书组会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拜拜。